想要跟大家一一拥抱，但是呢，防疫关系呢，我们用眼神爱。我们先给郭晓燕，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拍手好不好？哎，麻烦了，韩国的司机娃娃都要都金牌，我们生的孩子都是木牌、铜牌。跟各位讲，要参加奥运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不容易。虽然你没有得牌，你能够参加就已经不错了，结果他还拿到名次，拿到名次已经不简单了，结果呢，那个还不够看，拿到世界纪录那个才够看。阿弟，阿姨，来好，下一个干嘛不弄？等下搞过。要不要转？我帮你拿好不好？这次的那个奥运金牌，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次奥运的金牌。那接下来还是会持续的继续努力，然后为接下来的所有的赛事，拼尽全力，然后也希望再带给就说更多更多的荣耀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这个紧接着呢，我们由他们来颁证这个马兰部落进镇的马兰之光。现在我们请丹丹先请稍后，我们先请我们的长官，我们进行我们的县长，以及我们的东西市长，两位委员、副议员、委员，以及呢我们的议员。